没有什么要问的呀、啊？我都不是问，不要问。佣金。给你们。不让问了。问完了，问完了，没问。问完了，问完了，没问题。大姐，快点。好了，大姐。近日，李易峰现身某品牌活动代言捞金。李易峰一身淡蓝色西装，剪完短寸之后的李易峰看上去更加帅气，魅力十足。不过小峰峰现场也是很调皮，开始催记者们问自己问题，随后有个搞事情的记者就说佣金，而李易峰听到之后直接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，还真是可爱极了。对于这位记者的提问，给你个眼神好好体会吧。不过这一点也没有影响李易峰的心情，随后依然是很开心的和粉丝热聊，甚至还被身边的超模摸头杀。有没有被这样的李易峰给萌到呢？